没想到他还同意了。这给卖的好。他昨天不是，我昨天不跟他说我水得拿过钱，他说你有钱吗？我说刷个分信用卡再分个期，他肯定觉得，哎，就三千六百钱，对，还分个期，还刷个卡，然后他就给我了。给看一下秀，扒拉一下。这样弄开会不会显得不会特别大？特别再稍微低一点点起来，一点点。